早上的8:39，The morning times, Taipei times, 8:39。记者呢，现在大道城慈圣宫参拜祈福，希望慈圣宫的主神是马祖婆，希望我们的天上的马祖及慈圣宫的众神们，能够呢保佑我们记者身体健康。环球邮报的539会员们，大家的身体健康，大家呢这个礼拜539，重新改革，操作顺利。我们主要再三强调，就是比一支全车，全车一支中奖，我这个月已经中了4次了，你就一定是赢钱的，中3次你都赢钱，然后呢？再比第 B 组就是一只碰两只独碰，我们现在比独碰，然后最后一组呢两三星122五支牌两三星135，我们现在今天这个礼拜是用 ABC 三组，我们希望我们天上的圣母马祖婆及慈圣宫的这个众神们能够保佑我们能够中奖，能够。大家能够赚点小钱为生，然后好好的过生活，不是像那个人什么胡说八道，说我利用庙来骗钱，我利用票来骗什么钱呢？我自己可以开个庙，我的财力实力，我开个小庙没有问题，我用我的庙自己骗钱就好了，我为什么要到处庙去，不同的庙去参拜祈福？我跑府院新闻跑30年，总统上个礼拜。跑到宜兰的庙，跑到新北市桃园的庙，也去参拜祈福啊！我跟政治人物去参拜祈福，每一年到年底，我每天都跟他们屁股后面去参拜祈福啊，是不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每一年每一个月的庙的圣诞，我都参与他们的圣诞活动、绕境的活动，我都有全程录影。我要利用庙骗财干什么？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赚点零用钱过生活就好了，不是你们这些非法之徒啊，非分之想啊，人呐、我是劝你回头是岸，要正派经营，绝对要正派经营。我讲真话做好事，我正派做事情的，不是在那边乱七八糟的。做了30年记者，没人批评我一句话，因为我待人处事都很好，而且帮助弱势，希望呢这个礼拜大家。操作顺利，马祖保佑。